怎么称呼你？照了照片先，现在我美美的。我没了，我要问你东西来讲啊。 哦，请问张春富你啊？啊，张春富姐跟。哦，金姐啊，金姐，所以今天是你第一次来这里啊？是咯是咯。啊，这样我可以问一下你心得怎么样？看这个大笑。哦，很适合我咯。是你哈，你觉得大笑对你啊还可以吗？很好很好。嗯，你希望，我希望你能够多多参与啦，会吗？可以。然后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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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。OK，耶。平和姐姐。 你在学了拉丁瑜伽，有什么心得来分享一下？啊，就好像会比较精神呐，而且哦运动了，身体也比较暖，比较松这样咯。<笑>有没有？而且那个气也比较顺哦，也很开心跟大家笑哈哈，回忆起童年哦。哦，<笑>这样你有没有想过？ 会介绍更多的朋友来参与，我一到任我都跟他们讲，可是他们没有耐心，其实来了又走了，哦，要有耐心呐，这个才会见到好效果啦。OK，Yes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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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
来来来，赶紧跑！来，快来！你跑快点，我跑快。来来，妈，你跟着。